反正就分手了，我没有思考我爱不爱他，反正就分手。我只希望我自己赶快振作起来。什么呀？这样子？好可爱啊，白痴啊！他在干嘛？美丽没送啊！美丽没送啊！美丽有在看吗？你是听谁说，就是有学妹喜欢陈思宏？美丽，美丽好。